但愿你没有看到这封信，若你看到了，对不起，是我失信了。我在师父坟前发过誓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师兄弟们。我知道你对你母亲的死无法释怀，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陈兰之间的事。你尽可找商行的弟兄们帮忙，他们任你差遣，也可搬离罗府，远离是非，护好自己周全，不然我死亦难安。人生在世，终有一死，不必为幸运而喜，亦不必为不幸而悲。我不祈求你原谅我，我先走一步，只希望你将来过得更好。若有朝一日天下人都指责你，天下再无你容身之处，你也无需难过。小院枣树，秋来闪银杏，方是你一心想要的生活。连我那份好好活下去。依宁，保重。陈公子，殷国公的人马到了。